由何润东、李沁、张迅杰等主演的偶像剧《璀璨人生》将接档《花非花，雾非雾》，27日登陆湖南卫视。25日下午，该剧在京举行开播发布会。采访中，何润东表示自己的年龄已经足够大，不想再演纯爱偶像剧。而发布会现场特别设计了张迅杰向何润东求婚的片段，这马让他在采访中再次强调自己不是同性恋，并自曝称自己喜欢孙俪那样的女生，羡慕孙俪与邓超那样的婚姻。我每天都为你烧饭煮菜泡热水澡刷背，然后睡觉前轻轻说 good night 好吗？